右脚斜线象征为妈祖，大
带领之前在大学青春的当季青春的记录，让他主的现在啊能够记录下。主播啊，请问主播要什么第九波啊？要请问两个对角线走之后，又是走到另外的对角线，再走对角的斜线哈。这能成功的就是推细门哈，推细门啊，比这个花轿呢，有的场内啊，是个主板收藏，可以开出一个四方的空间。来为妈祖助驾啊，有一个清净的区域哈。轻轻的以捐法来描述，捐法那就寺庙来呼变化，啊，变成庙人捐法来描述天雄寺庙来主播唱背哈，主播唱背。使用力量百九分啊，跟前拜月也好，两边百九分啊，他最好来表现，来用修三组边天守线面来场内，修三组边大家会到指定，再高感谢，全国人民边各界工作团队、义工朋友、青年会、捐款团、善款团。各位义工朋友，今天来参展上山祖庙225周年的这个考，我们在把我们中国地区拜完庙之后，会回头到妈祖的教堂向妈祖致敬，来致敬妈祖啊，能够进到庙前，然后我们庙前啊，这里是我们的庙，有些神社要祝寿啊，来来，你们都别拿起来，你们都别拿起来啊。Thank you.
这个八字形的特殊的教会哈，来我们三十三十二宫庙前，向三十三十二宫庙天上圣母来施礼。那你的前唱门票来，来这里，修三十五宫，大家，我们平平安安，大家各位同学，现在我们把来举标哈，举标。 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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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